王力宏出席手表代言记者会，配合情境秀演出一段自弹自唱。帅气浪漫的氛围却被这道具们给破坏了。已经拍摄了两部电影，却迟迟不见推出新专辑。歌迷的等待，王力宏已经听到了。他表示，预计年底会推出新作品，但不一定是实体专辑。音乐作品也是很快的，当然火力全开演唱会一直在走，可是今年年底之前也会有新歌出来，所以请大家拭目以待。